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转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是你那个年代，1980年9年还是万世代，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自由自己找，也会找不到背，也会背不好放松。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出现什么样的风啊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y'all ready to roll。想念的、失恋的，请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。到了80年代，要喊什么 ？B-boy B-girl， let's make some noise。你说什么呢？紧身秀出你的身材，有露出天涯，千万不要惊讶，嘻哈正在发芽，别怕它假牙。Locking, popping, we dancing, and no stopping， 跟我一起唱。快乐崇拜，快乐无害，虽然快乐香港病毒会传染。90年，我们等待千禧年 ，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天。Hip hop, flow life, that's right， 每个人嘴里喊着哇塞，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，扬起你的嘴角，跟我快乐崇拜。有你存在，现代这个中国时代，虽然少了时间，千万不要倦怠，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。要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动，看我放肆的创作，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唱出快乐的笑。想念的、失恋的，请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。